我很喜欢跳舞这个东西，不是只是为了在台上展现，是我私底下真心也很喜欢唱歌跳舞。当然有专业的编舞，就是让舞台感觉不太一样，但是私心还是自己很喜欢这样子的歌曲的类别。那如果我在制作方面有更加着装，我想以后的表演模式会去到哪里，我不晓得。但是我目前还是蛮喜欢舞曲的，也很喜欢探索声音的。自己的经验觉得，一定要真的是内在美，从心出发啊！你不管穿什么，你不会被衣服穿。以前可能不太懂时尚是什么，然后都一直在追赶着时尚，因为什么春夏秋冬。但因为这个时代的变迁很快，那有没有可能你从你自己内心真心喜欢的东西，你看到的外在世界就会不太一样？应该是说美的观点不太一样，以前可能只会看表象，那现在真心觉得从内散发出来的那种比较扎实。而且是你没发发现现，我躲在角落，呀、yeah.